皇上、观众你好，陈平谈心室又和您见面了。今天我们谈的题目，相信也会很有趣，叫做婚外情。首先，让我介绍我今天来请来的各位的嘉宾啊，谈谈我们这几位已婚的人的一些状况。我身边这位是 Judy。Judy，我叫 Judy，你们好。好的，下面那一位叫做阿珍，阿珍呢是来加拿大最新的，大概是去年9月份才从那个满地可过来，在满地可住了3个月是吧？对，所以是很新的新移民，从广州过来的阿珍。好了，阿娟，你来多伦多多久了？来了5年多了，5年多，所以我们今天很有趣啊，阿娟是上海的。阿珍是广州的，我们这我位是安徽的，朱迪是北方的，我自己呢是杂牌。谈到这个婚外情的问题，我觉得，首先对于结婚的问题，现代的人好像不是那么样喜欢结婚，而喜欢采用一种试婚的同居的，合则聚，不合则散的一种方式。所以，对于我们这几个年龄不同的女性，在婚姻道路上，大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吧。首先讲我自己吧，我自己是我的结婚呢，因为我的性格外向，喜欢玩，喜欢闹，也很喜欢玩，喜欢花钱。所以我的老公跟我谈恋爱那个日子呢，他全家没有一个人支持，全部反对。甚至还有他的兄弟说，如果你跟陈平坚持下去的话，没兄弟做。于是出现了我老公一个要选择，到底要兄弟还是要这个女朋友的问题。结果是我赢了。结果呢，经过几十年以后啊，他们这些当年不看好我跟我老公的人呢，都一个一个觉得我，哎，是个好妻子。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跟我丈夫是经过打打闹闹啊，谈恋爱呀、然后不同意也要好，同意也要好，所以呢叫做比较牢固一点，就是可以经得起一些考验吧。所以我对婚姻来说呢，我对婚姻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你的命运好，找到一个你爱他，他也爱你的，那是你幸运呢。那如果是幸运下来的话，我就认为有结婚的一个承诺，应当对对方有一个责任。所以我这不是一种古老的思想，我觉得我认为我的观点是，只要你爱他，他爱你，而且真的是结了婚，就应当始终是如一的。你认为呢？对，我同意你的观点。你同意我的观点？对对对。OK，现在是不是让我说两句对呀。？OK，我叫付菊。先说一下我们自己的婚姻。我和我先生结婚已经有应该16年了吧？没有人问你多少呢。16年了。尽管我们从谈恋爱到结婚的时候，始终不间断的吵吵闹闹。但是到现在为止，好像我和我先生大概还没有要换这个婚姻对象的这样一个想法，所以应该还是说比较正常的吧。生活中有点吵闹也是一个正对，常的。那你就吵吵闹闹，就是夫妻之间的正常的事情。对。好，阿珍，你认为呢？你比较特别，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夫妻都在一个城市的，你呢是跟夫妻是分开的，对，你是空中飞人，你的丈夫呢就赚多一些钱，养家，你自己带着孩子移民过来，讲讲你的感受吧。怎么说呢？其实我当年呢和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是被迫的，什么逼叫迫的，被哦，迫逼的？就迫的，是我是强我迫的，强迫的，就是有哦。点也不是强迫，有点就是。本来是自愿、很自然的发展下去，但是呢，就是由于我父母，就是由于我妈妈强烈的反对，OK。她就骂我，而且呢，就是把我
搞出来了，就是判出来了，就是把你赶出来，赶出来了，赶出家门，赶出家门了，赶出家门了，我都没地方住，就住在他那里。那你现在你住了一个月不行，两个月你也一个月可以，两个月不行的，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年代还是80年代，就是说你的本来你们那么快结婚，没有那么快同居，反而让你妈妈赶得出来。对对，好了，那结果就是结婚了哈。那结婚了，那就我就当时呢就有点，因为我先生呢从来没有一句大声的骂过我，到现在为止。对，所以没有吵吵闹闹这样的观点，但是呢我的心态呢就有点，可能有点变态吧，是不是？怎么说，就是我说我的认为嘛，就是我跟了你好像我委屈了我自己，但是呢我说我错了都是你的错，就算我错了也是你令到我错，所以呢有点好像你这个小无赖一样。对对，有点小无赖，但是我先生他也觉得是好像是你可能是撒娇，你可能是撒娇。对对对，你老公，你先生比你大很多年吧？对对对。你看，就是大了几年，比较娇气。所以呢，就是好了，就是说，因为什么我家里人反对呢？因为当时我先生比较穷嘛，他是在农村那里高考出来的，我是城市的女孩子嘛，所以呢，我当时呢，反正我家里不管我了，我生孩子什么他也不管我了。我当时呢就觉得，就是因为我家里穷。我父母就不喜欢，就是说你在家，你在城市，你的先生是在农村，对，所以在那种所谓城乡的一种关系上面，对，你觉得你自己占了优势，对，嗯，所以呢就是后来呢令到我自己一个人呢我要出来做小生意，好了，当时哈也好一点了，好运一点了，也让我做成了，从没有从零到现在了，而且呢现在我也带了我小孩子过来呀，加拿大或者什么。好了，你先生现在在外事局工作，那么好的位置，也是他个人艰苦奋斗的结果。对，但是当时现在有这个优势但是当时没这个优势的，和企业什么都没什么区别的。是因为你的鼓励还是你继续撒娇他有优势呢？也不是，主要可能我比较小一点吧。他因为他大我都起码都6、7岁啊，我就算大了，不是大40岁的。对，因为当时我才23岁，他已经30岁了，或者什么，就主要就是我有，反正我有这个。那你的爱情到目前为止也是相当稳固了。也不是，所以我就说这个问题，就是我说自己有点变态，就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过年呢我这一下子就飞回去了，就是主要就是我当时呢可能就是两地分居一段时间嘛，而且在这一边呢什么都是自己要解决嘛，对对对，我就有点，我遇到什么事情我也跟他说也没用，我知道他也帮不了我，我也怕他担心，后来结果呢就是没什么话好说了，那我当时呢就有点好像想离开他，其实我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心态，我就想我就是不想听到他的声音，他打电话给我。你想一想，你刚才就是解不破这个东西，我们要让你解破。阿娟，你讲讲，上海姑娘能讲讲，你的婚姻你怎么看？我跟你们都有点不同哦，嗯，你们都是一次婚姻，我是有过两次婚姻。嗯，我来加拿大是一个人过来的，然后我在这里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然后在这里结婚。所以说你今天谈这个婚外情的问题呢，我比较有感受。嗯，因为当时第一次我跟我第一个丈夫的时候，我们都年纪很轻的，大家也是谈恋爱到结婚就感情很纯的，我觉得特别是对年轻人的话，就是有时候对婚外情这个问题呢你要看清楚了。对，当时我第一个先生是在乐队里那个就是弹电子琴的，那么他晚上呢有时候歌手是女歌手了，就骑自行车送他回去，有时候那很正常的，女的他，但是呢他没告诉我，我后面知道我就很生气了，那时候年纪很轻嘛，对感情很纯的。是真正的第三者还是你怀疑的第三者？就是现在想起来根本就是一点点小事，根本不是真正的第三者，但是我就觉得哎呀我丈夫对我不忠了，他还骑自行车送人家回去，因为那时候年纪轻嘛，就觉得很不开心。因为有了不开心之后呢，那后面就是又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了，就是最后就分手了。嗯，就是你们自己是办了离婚手续，对呀，然后再过来的。嗯，对，现在我们谈到现代人呢，就是对婚外情这个主题，我们怎么去分析的问题。现代人对于男女之恋已经看得非常的开通了，性也很开放，人的交往也很开放。
如果在加拿大，我们打开这些所有的报纸，你看到最后那几页，都是要你去 dating 的。这个字对我们学英文的字就是一个约会嘛，男人越男人，女人越女人，或者是异性越异性，还讲明有的是一夜情的，有的是性需要的，有的是比较认真的需要去互相认识久一点交朋友的。在现代社会，对于性开放和男女之间的这种很随便的一种风气下面，我们来谈到自己对感情的一个要求问题，是一个要求。到底这个要求里面存在多少实际和不实际的东西呢？像有的人就说，嫁人是为了经济上有个保障；有的人说长期饭票；有人说我需要有人有个伴；有的人说我老年纪大了，我非要找个人来，再不找就糟糕了，嫁不出去了。对于我们这种婚姻惯性，我们觉得自己能不能对自己的丈夫能够守住一个承诺？刚才阿珍，谢谢你讲了你的心事哦。不过到现在为止，你没有去分析你想跟你先生分手的原因，选择性答案，你的身边有没有出现过的人比你的现在的老公要有吸引力？第一。第二，在你这么寂寞的日子里，你会不会觉得没有了信心，这么互相的分离？第二点。第三，你一个人带孩子，你觉得他不带，全部交给你带，不公平。 OK， 第三个。第四个，你觉得他的声音一讲起就讨厌，因为他喜欢管教你，喜欢总是在那边这样那样的，有一种好像家长或者是一个兄长的一个东西在教训你，而你身边可能有一个跟你年纪一样大或者比你还要小很天真的人，你觉得这一部分东西是你的老公从来没有给你的，你希望寻求一种轻松快活的东西。选择型答案，我应该是选二吧，选二吧。其实也没有什么，这也身边也没有什么人，因为我先生也当时也问过我，他就怕，他说是不是你那边出现了什么问题，是不是有一个男的或者什么帮你啊，他也知道就是你一个女的在那一边也挺难过的，对对对，是不是这个时候有一个男的帮你什么，我说也没有，嗯，主要就是我觉得好像是有他没他都已经无所谓了，嗯，所以我当时这个问题也问过我女儿，我女儿说好像也对他也模糊了，没什么感觉了，所以呢就想我想到这个问题可以由啊朱迪来分析一下。我觉得我们刚才讲的问题都不是真正的答案是什么，是移民生活的困惑使你失去方向，当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抱怨的时候，你不能抱怨你移民，你不能抱怨你没有工作，你不能抱怨你找不到钱，你不能抱怨这个社会的英文你为什么学得不好，只有一件东西你可以抱怨，它是在你的手里面抓住的，对，就是你的感情生活。对，我也是从我自己的这个家庭生活来说吧，我跟我先生有时候吵得非常厉害，特别是有时候刚刚从外面回来哈，别的就是有些朋友是异性的，比如说是像兄长一样的，那么说话就是很热情很关心你这样子，觉得心里很温暖，一回来一看到我先生那种不高兴的脸就觉得这两个就反差很大，就觉得这样子就是婚姻太不幸福了，这样想。但是不管怎么想，我还是没有一点想就是解散这个婚姻的愿望，因为我还有两个孩子，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生活不光是仅仅为了自己，有时候也为了孩子，所以我想我先生的话他本质上是好的，他是爱我们的，也是希望这个一爱这个孩子的，但是有时候就在北美大家压力都很大，所以也很难控制不发火，在外面别人对你好也是因为他没有跟你什么利益关系，他当然说些好听的，所以这个我们就是现在我就很想通过我们身边阿珍刚刚来到加拿大才五个多月吧，还有回去过中国一次，来了才五个多月又回到广州去，又见过你的丈夫一次，我觉得我们来解开你这个心底的这个，你刚才说你自己是变态的，我觉得不同意，就是每一个移民的生活的头三年都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全部都是新的，
你是第二种语言，做的东西不如意，创业赚钱找工作都不如意，这样的时候你的心会很彷徨，甚至很多人说找不到方向，会迷失了方向，连自己的那个生命的价值啊，做人的那种意义啊都没有了。对，确实有这个感觉。对，阿娟，你来多少年？5年多了。五年多，有没有走过这个阶段？有，因为特别是来加拿大，你在国内一般我们都是受过教育，都有比较好的职业，但是如果你英文不行的话，你在这里很难就找自己的专业工作嘛。那你觉得但是你为了生活你就不得不去工作，那你做雷布工的话，你就心里经常就不平衡了要丈夫对你好一点，有时候还感觉就算了，然后如果丈夫有时候发脾气啊，或者心情不好啊，你就更加懊恼了。哦，对了，都是全部都是这个问题了，全部都是我们这四个人都会有同一个问题出现，就是说当我们累的时候，情绪低落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或者很需要身边最亲的人来呵护啊，来鼓励啊，来支持的时候呢，他们都不会，因为我们的老公没有那种技巧，他不会装成一位样子来安慰你，给你甜言蜜语，给你一个鼓励和帮助，因为结了婚以后都是很真很真，一真起来呢就是那个样子，讲的话都是不好听了。这跟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所谓不需要假情假意有关吧。但是不是我先生不是这样的，我他从来没说过我，他都是我有困难了他不断的鼓励我，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自己有点变态呢，是好像你说就是他也没有给难看的脸色给我看，只是他也是很温柔的哎呀开解我，什么为什么我就觉得我自己有点变态，就是他什么都做到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觉得就是不满意，我都不知道怎么搞。你问问你的心，你到底要什么？我就是不知道啊。打你两个耳光还是哪？他要激情，我知道。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所以呢，你说这或许是一种服务，你还没有意识到。为什么呢？我觉得我自己变态了。他因为我打电话我就哭，他就说：“哎呀，如果这样，我马上过来了。”我说：“也不行，你过来没用。”他说：“那你回来了，好像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都不知道。”刚才你说的对，好像那没意义。作为生命来说，觉得这没意义，就觉得好像人生没有什么希望，就这样。很低落很低落，所以呢我马上就说哎呀我回一趟大陆，结果回一趟大陆我觉得我可能不需要我先生了，但是我回到大陆也不是这样的情况，我是需要他的，我就觉得是不是心里好像得了一点安慰，好像又飞回来了就好一点好过一点。对，这个问题就是在不论是男女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或者是任何一个新的移民都面临对自己生存价值的一种怀疑，当他自己是无论在原居地有没有很高的教育或者很好的生活条件，来到这边以后都会面临一个情绪很低落。像我自己在那个时候20年前到阿尔伯特，我去申请洗碗，4块钱一个小时去洗碗，排队的人很多，那个时候在那个牙省啊是经济很衰落很衰落，一栋大房子像我们加拿大多伦多的房子现在30万的房子，那个地方才4万多，他盖那个房子的成本会9万多，但是他卖出来会4万，因为经济太低太低，每个人都逃跑了，情愿房子不要。在那个时候我到刚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个东西，干什么那么那样的，很委屈自己去找，就洗碗工还不收你，还说你的英文 Your English is not fluently， 我永远记住这句话，说我的英文不是那么流利。所以我们移民到一个新的地方来，都同样面临一个对自己的怀疑，为什么要移民？对，为什么要取就去做这样的一个人？好了，这是一个过程。当我们身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骂的时候，你就骂你自己那个丈夫，这不是变态。我们要寻根，寻到这个根源的话呢，你就知道，原来是你自己在失去了方向。好了，讲到一个婚外情，我自己这么多年来做一个个人的形象顾问，有一些人好像最近有一件事情的，我的女朋友和那个毒药自杀，她本身是50来岁吧，跟一位西人两个人，她自己有4-5家时装店，那个西人有10几家电脑店，
两个人忙得自己简直是不得了，本来是两个人喜欢学交际舞的，刚开始的火花一爆发，因为学交际舞音乐一来大家互相一爆，就哇全世界最美丽就是那个音乐舞蹈了，很快就火花燃起来了，燃了起来了，我的女朋友就堕入情网，堕入情网呢，但是两个人都太忙了，忙得简直见面都难，这个时候男的要处理十几个电子的事情，他要处理几个电子的问题，一见面没有好说，讲到经济啊财务啊做生意啊，没有几句就顶起来，顶了起来男人跟别的人去跳舞了，跟别的人去跳舞了，他就来了就酸了，然后就吵架，那个男的就把门紧紧一关，砰一关了，这个时候女的就说，我明明是个大老板，你干嘛要对我发脾气，于是想不通，在家里面喝那个毒药，喝完以后呢还幸好一口气啊，还打911、还自己没有事情，打911打了以后打给我，要我去看他，我说见你的鬼呀、你五十几岁了你还是小孩子啊。其实呢我就觉得婚外情也跟年龄无关呢，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说 Peggy， 我就发现我自己太认真了。好了，谈到一个问题，婚姻和爱情要不要认真的问题，当你认真的时候对对方有要求了，你就要求他在你自己很低落的时候应当哪怕傻傻的坐在你身边，你哭也好他陪着你哭，你笑他陪着你笑啊，这是你的要求。好了，我们看到你需要激情了，需要跟你同样的反应。那从我这个女朋友的故事上我就看到啊，就是说每一个女人哪怕她是女强人，其实很微弱的，很柔弱的，她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男人去同情她，鼓励她，扶持她，而且像你的男人还有技巧，应当拿条胶布把这个嘴巴封起来，只是看着你不要讲，那可能你会觉得你又来了，又来教训我了。所以这个里面呢，我就觉得婚姻路上有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不一样。到现在为止你刚刚又从广州又回来了，又重新你的生活，好像这两天我跟你谈找你的定点，到底什么是你的方向了？阿娟，把你自己的方向分享分享给他。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结婚了的话，那你肯定就是有小孩有责任，如果你只是想玩玩的话，你婚外情的话，那你就绝对不要结婚，因为不结婚你可以没有什么责任，只是满足你的感情生活，是这样子。不过的话夫妻我觉得话应该还是在一起比较好，如果分居两地时间长了难免寂寞啊，因为也有可能，因为你现在在大陆的话要多要少那些年轻的女孩子啊各个方面的，那你先生寂寞了，说不定哪位他主动献上去了，那他可能也会一起玩玩啊，因为反正妻子也不在身边嘛，是不是这样就比较危险了。我觉得夫妻之间有个沟通，像阿珍，我很高兴把你的心事谈出来啊。其实现在你应当去想想，到底在你从少女到现在，你生命中缺乏什么？如果你缺乏，比如缺乏鲜花，让他送花给你。如果你缺乏写美丽的诗歌，让他写诗歌给你，我可以教他怎么写给你啊。就是你要问问你自己需要什么，你需要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跟他提出来，是否要改变你这种夫妻关系？傅杰，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么几年来，从美国陪老公在哈佛大学念书，然后又过来，他自己在探索他自己的道路，分享一下你自己在婚姻和你自己的事业方面，给一些启发给阿珍，好吗？我觉得有时候坏事会变成好事，如果婚姻不能完全满足你的这个希望的话，你或许事业上会更强。我看我就是这样，因为我现在一直贬低我吧，说我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他好像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娶了世界上最不能干的妻子。我说你这个概率很低啊，你这个比中六四彩的概率还要低啊，你怎么这么不 lucky 娶了世界上最不能干的女人了。哎，这句话呢就是对不起我打断你啊，这句话为什么跟我一个女朋友她的老公骂她的话一模一样，他骂的话呢就是很绝很毒，而且好像去到尽头了，再没有弯可转。他说
我这是三辈子的倒霉，怎么娶了一个世界上最没有用的女人做老婆呢？跟你这个一样，就是怎么分析呢？所以我现在敢于闯，敢于在 try 走自己的路，可能跟他的这种激将法刺激有关系。我只能说用刺激这个词，我不能说鼓励，就是说我必须自己先活出个人样来。他说你看那个家里这么乱，你这个小孩也不管，家那么乱，你哪像个女人。我心里想，我首先得像个人，然后我才能像个女人。所以、嗯、好了，我们现在谈到一个做人做女人做妻子的人，这样的人，还有做妈妈这样一个人，还有做自己的一个理想的一个事业，这个人身份很多。好，我们休息5分钟，待会儿再回头再继续谈我们的婚外情和做妻子和做老公的这些有趣的故事，待会儿见。网上朋友你好，我们现在又回到我们刚才讨论的婚外情和夫妻关系这个问题上来。其实讲到夫妻关系都非常令人深思，因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走到一堆来，就像其实他们之间是互相比较的，一辈子都在比，
从来没有停下过的。你比什么呢？比高矮，比谁年轻谁老，还有比学问学知识，还有比聪明，还有比能干，还有比太多东西比了。我先讲个笑话啊，让你笑一笑。就是我认识一个女朋友，她跟我讲，她问我什么叫做性满足。我当时瞪着眼睛看着她，我说你结婚多少年了？她说我结婚也5、6年了。我说你干嘛问我这个问题？她说我真的不懂什么叫做性满足。我说你老公跟你两个人连在一堆啊，很开心呢。她说我老公不对我不是怎么好。我说最好的是怎么样啊？他最好就是把我从床上扶起来喂我吃药。我说怎么有这么一回事呢？最好就是喂你吃药，那别的时间呢？他在别的时候他满足的时候就是很快，然后他就跑掉了。我说你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还没有想清楚就完成了。他说是啊。他说这是性满足吗？我说这肯定不是。我说你老公跟你结婚是不是有故事啊？他说是啊，我老公本来跟一个女人热恋又很好，要结婚，但是那个女人呢突然间批准了就出去了，连告诉都不告诉他，他就一天到晚就是怀念那个女人，说他对她不起，不应该这样把她抛弃。所以家里面呢到处都是那个女人的东西，照片啊，衣服啊，那些两个人一起的那个一起用过的东西啊，都在那边。而且叫这个他老婆不准动。当他自己想快要疯的时候，他是一个神经病院的医生啊，他的那个妈妈就说，不对，你自己都要疯掉了，我给你马上找一个年轻漂亮的老婆给你。因为他是医生有钱，就找了一个这个我的女朋友来做他的妻子。做了妻子以后，我的女朋友告诉我，她说她不把我当成是别人，她当成就是一个工具，一个泄欲的一个工具，需要的时候就很快，然后呢就走掉了。好了，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碰到这样一个男人，表面上是夫妻关系，实际上呢他当你是一个替身，或者他心里面有一个永远永远解不开的结，他觉得他很痛恨那个女人把他抛弃，明明一切都好好的，最后呢把他抛弃了。谈到了我们做夫妻还有性满足的问题，还有生活情趣满不满足的问题，还有做生意的时候能不能互相配合的问题，很多很多的因素才能成为一对夫妇。这样的情况之下，像我们的朱迪，她的老公已经在别人的眼中是高不可攀，大博士、专家、哈佛大学的一些高材生，叫人家觉得哇，年薪又高，什么都好，但在家里面讲一些这样的话，对于她的刺激有多大呢？你觉得有解决办法吗？其实我有时候他说我也不跟他顶，我觉得我也心服口服，因为我确实没有他那个做的成就高，所以他说我就听着。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也是在想，一个女人如果经济上不独立的话，你人格上很难独立，所以你在家里吵吵吵是没有用的，你与其跟他吵，不如把这个劲去集中起来做好你自己的事情，那他就自然而然他就不吵了。所以我现在的话就是在家里，我是不愿就像我写的那样的，不愿再为这个家庭琐事斤斤计较，你吵我就听着，没有什么。所以你刚才讲的，就你根本不会产生婚外情，因为你觉得这一对关系已经叫你累死了，碰到另外一个可能又会更累。因为每个男人都是怪物，他们说我们每个女人也是怪物也不一定了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像阿娟你的情况比较不一样，因为你是打工，而且就是非常慢慢的进入一个家境，就是非常平静的、非常规律的一种家庭生活。你的分享，你觉得是不是做打工一族比做生意要好呢？这现在呢，就是我的家庭就比较稳定了。我先生嘛，就是很忙的，他也打工，但是他同时也做生意。他就特别喜欢车，就是买卖车，然后又替人家做那个汽车保险，所以整天很少见他在家，下了班之后又得出去。我呢自己呢也觉得应该再另外做点事情，但是呢我的身体确实不行。我试过很多次，下了班之后你自己再做点 business 之后啊，那我肯定是病。不是这样的，你上面有妈妈，有个爸爸帮他做宝贝蛋，然后他下边呢有个孩子OK， 然后旁边有个丈夫，打个电话去找他，他妈妈说不准叫醒他。
就是这保护起来的。这样的情况呢，你看你的长得白白胖胖的，你真是好太幸福了。其实，啊，还有个妈妈照顾，到现在还有妈妈照顾。对对，有时候我是觉得自己好像还是比较幸福的。你没有冲劲，他没有冲劲是完全正常的，不像我们这个有个哈佛的高材生在拿个棍子在屁股后面赶。我们刚才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夫妻之间是不是双方都需要有个经济的独立能力？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的。你认为就是？对。嗯哼。你认为呢？肯定要了。肯定要。我自己也是同意。我觉得做人呢，就是生存不息，要奋斗不息，这是我的观点。因为有的时候呢，人和人之间，当经济能力上出现一种倾斜的时候呢，高的那一方肯定看低那一方，就觉得你是一个寄生虫，你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对，你是一个靠我的能力来养你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们觉得在当今这样一个物质世界，其实是个物质世界，没有房子到买房子，小房子换大房子，普通的车换好车，好车换名车，对不对？还有不断的追求一个物质的世界，这样一种追求的时代，我们产生了一个做妻子的应当怎么样去平衡自己跟老公的那个位置的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法呢？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我觉得每个家庭都不同。我单位有个同事，他做那个 maintenance 的，他的收入比较高，他妻子在国内上海也是研究生哦，但是他就不喜欢他工作，他说你就在家，他有两个小孩嘛，在这里生了一个女儿，在上海生了个儿子，他说他如果再出去工作的话，两个小孩谁带，家里乱糟糟的，他说我是不喜欢，让他在家里带小孩，然后搞得干干净净的，我回去就有饭菜吃，他说我很开心。他从来不讲他妻子，也没说哦你要去工作什么的。现在我觉得有很多男的也是这样，跟这个观念不一样。对，现在就是说我们这几个人都很有意思的，好像上海就是喜欢大女人小男人啊，在广东呢就是男人就比较蛮，比较野蛮的蛮，就是说比较喜欢找钱，就是说24小时可能他会去做很多份工都要找钱，很喜欢找钱的。而北方的男人就是喜欢追求学问吧，学位啊，对，对不对？那对于我这个世界族的一个人来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看婚外情都不一样。好像在广东，他们说现在香港的人上去都有包二奶，都有这种。讲讲广东的这种情况来听听。嗯，应该很多了。很多。因为我们做厂，你在深圳，就是对很多厂家嘛，就是他们都是香港人呐、台湾人呐，就是过来做，就是他们也是这样的，经常两头家了，这边一头，那边一头，就是搞的，就是在香港的他们的老婆了什么，他们也知道的，但是他们呢，就是也无可奈何。哎，听说香港的人，有小老婆没问题，只要男人一样寄钱，他们会可以容许老公有两个家的不？上海行不行？可能也是哦，因为我看那个香港那个就是赌王，报纸上就是名正言顺的写的啊，四姨太、三姨太的。他那个是对，他那个家族很大的。就是多好像是合法公认的一样。对对对，赌王对。我现在上海也是很厉害，还让我真的吓一跳了。前两天我哥哥打电话来给我嘛，讲起。然后他说你跟爸妈通过气的时候，他说我跟你说一声，他说因为我爸年纪大了嘛，现在报纸上登出来移民很难移了，我给他们申请了，但是恐怕得等个10年才能拿到。现在因为加拿大政府可能他不怎么欢迎年纪大的移民嘛，所以就在那里拖，他不是说不办，他就拖在那里。跟我哥哥说，如果他们回上海的话，他说我得找人照顾他。我跟他们通个气，他说我找个小老婆来照顾他。对、啊。哦，没把我吓一跳。我哥哥很正经的人啊，原先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就是很爱他妻子的，然后他妻子也不工作的，我就在家带小孩，然后我哥哥就一个人工作做生意啊，然后各个方面嘛。但是现在他既然有这样的思想，我都，那你嫂子觉得，我都吓一跳。你嫂子觉得能看得通吗？没有，还没有发生。他说他不让他知道，他笑话。是个笑话。我自己觉得啊，像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有一个女朋友，就跟一个人结了婚，结了婚以后，那个男人要回去上海做生意，去之前他请去问我的意见，我说老天爷，你们两个人
就无论如何要在一起啊，你不要开这种玩笑。他说我老公肯定不会变的，他是看看风水的人，就是能够看未来的，不会。我对他那么好，连内裤那个 T 恤我都给他烫好，每样事情都照顾他贴贴服服的，他不会的。结果这个男人到了上海以后，两个人刚开始当然是每天打电话一样好好的，结果就发烧病了。病了以后呢，楼下那个上海妹就说，哎呀，你们从外国回来的人真可怜了，没有人给你煮汤水，没人做饭了，我做给你吃吧。于是人就是这个样子，每天关心，每天关心，问寒问暖，就问上床了。问上床以后呢，那个男人就觉得，哎呀，身边有个人照顾真的不一样。那我这个女朋友知道以后呢，就大骂大吵，一哭二闹三上吊，什么都使劲了，男的还是没办法。他说解决的办法怎么办？他说两个都要。所以呢，天下的男人都是一样的，大部分都是一样的。我问了很多人，他们说他们发现了婚外情的时候，他们觉得跟那个原来的老婆分家对不起他，喜欢在钱方面呢，或者在责任方面还是保持，但对这个新的呢，觉得也既然产生了也要负责任呢。所以天下的男人就那么好心的，就希望开了几个火头了，就每一个火头呢，但是他们呢一般都是对，我知道好几个人了哈，他们一般都是就是对自己的老婆，因为都有孩子嘛，他们还是那个责任，就是一个责任，就是责任在里面，其实感情就没什么的了，但是有一个责任，但是对新的了啊，感情很好了哈，但他也不要小孩子，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他绝对不会离婚的，可以说，这样很多对，像你本身在深圳正在深圳做厂家，都有100多个工人，肯定你100多个工人里面肯定有人是别人的二奶，可能是三奶，可能是，就是说现在像我自己本身在多伦多有一个女朋友，是长得不错，很有本事，而且正是一个，她没有跟任何人说她是否结过婚，但是她身边的男人很多人追她的时候呢，追来追去半年，每次见到她我说怎么样，他说你别问我怎么样，没有怎么样，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老婆的，就是跟他喜欢在一起聊天吃饭喝酒，因为有点新鲜感觉嘛，产生一个问题，当我们的爱情进入到大家没话可说，或者说起来都是你骂我我骂你，真情流露，你嫌我我嫌你，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婚姻会出现危机。这种危机就是说怎么去想办法。以我来说吧，当我自己也跟你经历过同样，因为我以前做时装，跟我老公呢是每一件小事都要决定，这支笔我喜欢我就订这个货，他不喜欢就说这支笔不好，你看，然后我订这个耳环，他说这个耳环太长了，会这么甩来甩去又不行，我就说行。如果一对夫妻每一天每一样事情都说一个讲 yes 一个讲 no 啊，真是累得你要死要死。结果呢，那个时候很喜欢讲走吧，如果我那时候说好我走，就没有了，没有戏了。但那时候我在那边想，我想什么呢，就想当年他的哥哥跟他，如果你跟陈平结婚，我们兄弟都没得做。我就想到那一句话，他为了我情人跟家庭闹翻，我就把那个心一横，就不讲这句话，咬到牙齿都痛了，就是不讲。其实走过这一段路呢，我觉得夫妻之间一定有这种磨合，而且磨得很厉害，像我们的朱迪一样。这种磨合呢有一个办法，就是广东话就是借了龙耳龙衣残或者遗宅，就说你要把他跟你讲的话当成是一个歌，他要发射他心中的一些压力，他的压力没有办法，他一定是找到一个缺口来骂你啊，平衡啊，他骂你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了啊有点本事可以骂你，其实他骂你的时候骂完以后他没有感觉的，这就等于他需要一种发泄他自己压力的一种手段。你是他最亲的人，因为我有一次我老公也是乱骂人，我就讲世界上最高的一个准则就是互利，你也开心我也开心，第二个你开心我不开心起码你有一个开心，第三个最倒霉的就是你不开心我也不开心，既然大家都不开心你干嘛要骂？他说我不骂我不行，我忍不住啊，如果你是我最亲密的人，我还在你面前装住明明不开心装成开心，那不是最亲密的了，是装假了。他说你可不可以把我的话当成唱歌啊，这就是我送给你的这句话。配偶之间
有的时候你要明白他压力要找人发的，你就成了他的一个出气筒。这个出气筒怎么来解呢？所以要学会幽默。他骂你的时候说骂完没有，昨天今天骂的跟昨天骂的一样，可不可以换一换题目呢？试一试啊，试一试用你的文学修养去把这个问题变一变的。这就是我自己觉得可以分享给你们一下，因为每一个人在自己的配偶的处理上，他当成是你是他的另外一半。另外一半的话，这个手打这个手需不需要客气？不需要了。这是我自己本身的看法。你摇头干嘛？我呢，我告诉你，就是你呢是说那个经常的你们夫妻有那个矛盾就吵闹什么哈。我呢，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想吵也没有。对对，想吵也没有。我在中国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想离开，其实真的可能就是如果我再坚持一下，就可能是我发生了那个婚外情了，是我自己的事，不是我先生的事。就怎么说呢，就是以前嘛，就是生意上忙了，我的小孩子不在身边。那我先生呢，因为他在单位工作，经常要接待嘛，他就不在。因为他们接待的都是吃啊玩啊，就是陪那些人嘛。好了，我一个人在早上嘛，生意上了也自己的神经已经绷得满满的了。对对对，回到家里空空的一个人，虽然有工人的什么都煮好饭什么，就是一个人吃也没味道，闷得要死，就觉得有点心态就不平衡了。我觉得就是你去和你忙，你工作上嘛，就是我也知道他是工作上不是什么哈，他但是我说我自己也有能力，就算我自己有钱，我就去卡拉 OK， 我去卡拉 OK 找一个男的坐在我旁边，怎么样他都服侍得我好好的，就这样好了。那结果就出去了哈，真的出去了，出去了，就是因为我的人嘛比较外向，在外面交那些朋友呢都是男的为主，没什么女的。好了，就大家去卡拉 OK 了，卡拉 OK 当然就喝点酒啊什么了。那好了，一次两次三次，那结果呢就很晚了，一点多钟回到家还是不见我先生。那我明天就两点多钟回家还是不见他，我就明天三点多钟回家。好了，他回到家我三点多钟回到家，那起码你要骂一下我或者什么，他也没有。他也没有，我就觉得我自己都很奇怪啊，就他也没有，但我都觉得很奇怪，就是好像都没什么作用了。怎么会有一个男人没有脾气啊？他就是没脾气啊。所以呢你说，所以呢你说你吵吵闹我根本就没得闹，没得闹也想分开。可以说好了就是这样，这样不行了，让我自己都有点越来越晚。你看越来越晚再卡拉 OK， 那你和一般男的你说有什么结果？这一般男的搞了一下就一两个，搞一下就一个了，是不是啊？对对对对，我自己也不是没钱，我花得起，就是怎么说。后来呢其实也不是，后来我觉得就是我自己都有点危险，就是我觉得肯定人都有感情的嘛哈。你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斗气，后来就是不是那回事。你就是女人，如果你是男人早就有二奶了。哎，对对对。那后来呢我就觉得哎呀这样也没意思，只是觉得主要是我经济上也非常的独立嘛，我觉得也没意思啊。我亏了不亏了他都不管我了的啦，他也没什么脾气，他也不骂我。那后来呢我就想就是哎呀确实分开算了，也没什么意思了，是不是？那后来想了一下还是不对呀，干脆就跟他说一下，我说你能不能，你工作上忙其实我也忙，就是能不能就抽一个时间跟我谈一下，我想就是散散步而已，我没什么要求。那结果呢他，我说如果再这样呢可能我们就要分开的了。那他就真的抽个时间就跟我散散步，其实散散步我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心里有点舒服了一点。其实你刚才谈的这一点就觉得你自己有个要求，像你住在沙面，我曾经在那边住过，是个非常好非常漂亮的，当年是华人与狗都不能进的一个地方，很漂亮。其实那个林荫大道在一个中四面都是环水的地方散散步，其实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女人每个女人包括每个女人都希望浪漫，希望让人家有一种情调，这种情调呢正是你所缺乏的。所以呢在我们的人生，有的女人追求一种轰轰烈烈的爱情，要死要活，总是要就是那种火花，很像那个烟花一样的棒棒棒棒棒。而你呢是种小河流水的那么文静的一份爱情。你看我们去散步啊什么，我也没有要求他什么认错啊什么什么，我也没有要求，就是散步慢慢谈一下其他的不着边的那些，好像我也可以了，
就这样了。因为我当时呢，我为什么是这样呢，我就觉得我的痛苦我也不敢跟我家里人说，是不是？因为我当时是全部都反对了，我跟了你了，就是好了。到现在我家里人也不敢说，在外面那些朋友也不可能说，就是把自己的感情随便的跟人家说。对了，刚才你说你自己是有比较委屈的，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在这段婚姻上是比较有委屈的一个角色啊。我是这么想，在我们人的婚姻上面，如果是你没有经历过两夫妻心心相印的那种甜蜜的东西，没有经历过的话，你不知道为对方承受一种诺言的幸福。以我自己走过来的路，风风雨雨的、艰苦的、不顺利的都有，但是实际上如果有一个人，你觉得他在你后面支持你、鼓励你，是你的，是你的配偶，这种力量是很大的一个力量，它能够让你克服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我们广泛的观众，在你的婚姻路上是不是真的是你们自己相心心相印，能够互相的了解理解，跟你携手走完人生这一段路。如果没有，给你一个药方，就说你们自己要不要增加一些新的兴趣呢？比如说在卡拉 OK 以外，在人和人之间以外，可不可以增加听音乐啊、看电影啊、欣赏一些比较古雅的一些，看看书籍啊，或者是明明讲明我们呢是每一年要到外面去旅行一次，用这种各种的方法把你的心声讲出来，让他明白你要什么。而你也问他，老公你为什么从来不发脾气啊，你的脾气发在什么地方的了，试一试。可能他在外面把那个杯子碟子打得烂烂的，就是在你的面前又变成一个正人君子，一点脾气都没有发。要了解他，有的人是先谈恋爱后结婚，有的人是结了婚以后才慢慢谈恋爱，有这个过程的。你觉得你跟你老公是慢慢谈恋爱吗？现在还在？是的，我们因为当时认识的时候交往的时间不长，那么为了早点拿到那个身份嘛，就登记结婚了。但是我先生还是比较有情趣的，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们也经常一起去旅游啊，摘苹果啊，摘草莓啊，反正在去旅每年这些节目我们都有的，然后也喜欢看电影啊，然后一起出去吃饭啊，应该是还不错。那阿菊，你觉得你跟你老公在哪一点上变得那个兴趣相投呢？我们既然结合到一起，我想肯定是有相同的一面。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我们相同的一面，就是我们有很多就是在文艺作品上面，文艺作品，对，电影上面，就是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嗯，有些我们喜欢就是说历史剧，历史剧，喜欢这些就是说现实主义的片子，就是那种艺术性比较高的，对那些，对，就是比较那个深。你老公也很，其实很健谈，老公很健谈的一个人。而且在那个人生哲理上面，我们有很多是相似的地方，其实这个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有这个相同的地方。对，有一次我跟我女朋友在那个香港浅水湾，在那个沙滩上看到有十几个人从我们面前走过，那是一家子人，有五代，最老的有90几啊，还有70几啊、50几啊、30几啊、10几。我女朋友是一个离婚的妇人，有感而发，她说我多么希望我自己是当中的一个啊，那么幸福，那么和谐。这只不过是沙滩上的一个镜头，他们十几个人要经过多少的磨合，多少的矛盾，多少的风风雨雨，在那一天，在那个时间才走到一堆，刚刚好又从我们的身边走过。人生是这个样子，你付出你能得到你所要的东西是什么，但是你不付出你得不到，或者得到你并不满意的。爱情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有人说95%的人是不幸福的，真正幸福的只有5%。我希望我们当中的四个人能够做5%当中的一个。网上的观众，谢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